道美综合报道。36岁美国豪门女星阿里斯·希尔顿，神经演员、歌手及模特儿，坐拥3亿美元（约台币90亿元）身家，是知名酒店集团千金。近日有人的爱犬遭窃，他开出每只1美元（约台币30美元）赏金，要大家提供情报。阿里斯·希尔顿在 Instagram 贴出有人饲养的爱犬 CHUCKY 正面照，透露 Jackie 遭一名陌生女子抱走，爱狗如命的他不惜开出高额赏金悬赏，请求众人提供相关资讯。如果有任何这女人的相关讯息，请立即让我们知道。1美元奖励，不问任何问题，只想要让宝宝回来。巴黎斯希尔顿，凡是自 Instagram 巴黎斯希尔顿爱狗如命，曾替爱犬干移动豪华别墅。凡社自 Instagram 巴黎斯希尔顿贴出寻狗启事，凡社自 Instagram 巴黎斯希尔顿曝光监视器画面，凡社自 Instagram